冯丽你好，陈文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陈文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进行的中国梦梦之蓝乔氏杯2017年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连云港站的比赛现场的直播。本届比赛由企鹅直播平台独家全网直播。比赛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是今天第二个比赛日第四场次的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穿白色衬衣的冯丽对阵穿深色衬衣的陈文。我是评论员阿苏。我是张清勇。嗯，还想介绍您。对，以后呢可能这环节咱俩越来越熟的时候搭档啊，就直接你是谁我是谁，好了大家好就可以了。好的。然后忽然之间听你就是说这两天一直说开场白这一段是吧，就特别感觉哎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2017连云港乔氏杯的新闻联播，就声音啊一出去啊，咱们这个阿苏
也是播音专业的啊，非常好听的声音，勇哥过奖。我只差一点点这个声音啊，就差一点点，我还得继续努力、啊、开玩笑啊。好了，那么陈文一上来先有机会打，白球两库出来，刚好四号球右边中带有的进攻。目前这杆球啊，剩下的单色球跟黑八、啊、都是非常好，位置是相对很开放的。四号、一号右边中带都是没问题，上边二三底带啊，五号球右上角底带，看白球位置关键。啊，力量还是稍稍有点重啊，也是因为咱们 TV 台的走速呢本身是不慢的。然后一上来，第一杆球，看三号角度，可以往屏幕的左下方走一点点的话啊，再叫三二同带，然后呢用二号球叫黄一右边中带，最后呢黄一叫黑八，黑八刚好左下方的带口。感觉随着勇哥的介绍，我们就通过您的声音啊，这个通过您的这个话语描述，我们就跟着您的这个话，就像一条线一样，把这些小小的球都串联在一起了。顺着我给你们说的这个想法跟思路，哎，白球犯规，哎呦，这杆球，这个球，那压了一下皮头啊，是不是稍微有一些？不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出杆有点快，而导致快的原因呢，主要是，心态应该是起了一点变化啊。你看现在，其实如果细微观察，你会看见他某些情况下，这个深呼吸的这个身上感觉起伏特别大，就证明他在缓解压力啊。当时还是心里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有杂念，不然这个黄一其实真的不难。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 TV 台呢，上面的灯光是非常亮的，然后呢在场地的周围也是有很多观众在看，包括咱们的四台摄像机的四个角度，还有附近有可能有一些主播的手机架放在周围，等于说目前观众的浏览量可能达到几万十几万都有可能啊。嗯，这个对于当时在场选手来说心理负担是比较大的。是，以前呢可能这个信息化网络化并没有那么发达，完了我输了我怎么样，我不丢人啊，没人看到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你想不让人看到，对不起，我们直播版权是官方的，只要你上 TV 台了这播出去这是肯定的，所以大家都在想我要尽量的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嗯，毕竟球员也是越来越往公众人物这块来这发展发展。你像这杆球十号呢打得差的比较多，这也完全是压力导致的，不然的话最差应该是能够打到带角附近，就是逛一下不进，这也是比较正常。不过一上来有压力呢也不是说是一件坏事，有可能这个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会在几杆之内把它缓解掉释放掉。第一局陈文胜，比分1-0。上来陈文也是接管的台面非常轻松，得球啊。好，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野豹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台球计费系统以及爱跑光影桌球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大家在观看 TV 台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台球圈有料，也可以登录中式八球网，在首页当中找到比分直播，观看了解结束的或者正在进行的比赛的赛况以及比分。第二局冯立凯球，
冲球的效果啊，非常好。单色球，没有球相贴，没有球上，没有球上库。本一肯定是不想碰啊，现在下面三颗球，二号、四号、七号，尤其是七号啊，这个白球交位上还是说要求能够做一杆比较近、比较直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二号啊，直接蹬两库起来再走，感觉白球在上第二库之后稍稍有点泄力啊。对，有把握就推着打，高杆往前走，大概白球可以向这个摆球的线的顶端位置啊，那个位置去走。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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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而且这杆主要是打薄了，打厚一点应该白球刚好是能停到这个白球线顶端的位置，然后呢打上方那颗单侧球左边中带这样的一个线路。而且永哥刚才在镜头给到近景的时候、看到白球非常明显的上面沾了一些翘粉，所以可见现在现场的这个湿度慢慢的上来了。对，这个打了一上午比赛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了，而且之前进行了三个场次的比赛，现在球台的走速肯定要比上午的时候要慢一点点。两位选手也要尽快的适应。漂亮啊，这个白球的分离角度判断的刚刚好，顶进了右下方带口的这个七号球，又叫到了四号，这一杆啊一石二鸟，打得非常漂亮。冯丽呢也是驰骋中巴赛场多年，经验非常丰富。没错。看这个位置能不能翻带啊，感觉还是挡住了一点点这个八号球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看球台中间十一号、十三号、十五号，
像一个包围圈一样，就阻隔了白球跟八号球的这个距离。这一杆沉稳也是连攻带守，打进最好，直接入局；打不进的话，我还可以防守。黑八准一杆，明显的出杆的这个节奏快了一些。对，首先是对自己的这个表现啊，就是白球到位这个情况不太满意，才会说有一些类似于这种啊，像发泄的感觉啊，这种球。冯丽这边也是没打进，又停带口，陈文黑八带口球，等于是助攻了。第二局陈文胜，比分2-0。第三局陈文开球，大家可以数一数下了几颗球啊，这一杆冲球两颗花球，两颗红球，两颗这个单色球。一颗单色球，两颗花球，三颗球。而且这个局面啊，分布得非常均匀，没有球互相牵制。黑八前面一颗球啊，关键球走位出问题了。这杆球冯丽有机会啊，攻防的
主动权我觉得都在冯立手中。嗯，因为四号跟一号吧，应该是啊，对，四号跟一号也可以形成一个到时候再吊球啊。对，我觉得冯立肯定是要第一脚瓦是要打光的啊。比如现在七号球高杆推过来叫三号球右边中带白球向上叫一个一四的角度，下中低杆啊，力量不用太重，争取先叫到四啊，四号角度好呢就打进再叫黄一，然后用一号球向下叫黑八。刚才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也是跟冯立这边呢，咱们仨刚才也不是聊了一下，嗯，然后那个冯立刚好上楼下抽烟，我跟他上外面稍微透透气儿，这里边也说了一些，就是最近啊这几场比赛，包括第一站的时候，可能冯立都是自己就是平时在家嘛练得比较不错，一到现场打比赛的时候可能打得不是特别好，这也是这种常见的现象。也是所有吧这些参赛选手里边的一个大部分的共振，感觉投入不进去。对，主要就是你如何能够适应场上的这个气氛跟节奏，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你的比如说你对台球理解和竞技这个技术包括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你一到场上你就觉得这个分神，外边全人看我呀，你脑里想这些东西，你只有把这些杂念排除掉之后啊，你才能够完全投入到这个比赛里边。但是要想心无旁骛的去做也很难啊，比较难，就争取你慢慢来。是你做成过一次你就有第二次，你有一次在大概两三盘之内，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十五分钟左右调整自己进入状态，你慢慢来，你下一次有可能就在五分钟左右就会进入状态。那哪一方对手能够提前进入状态，谁就容易获胜，尤其水平相对比这种比较接近的人。再起一些，第三局冯立胜，比分一比二，谢谢。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四局冯立开球，差球有球进，白球现在这位置左边应该有中带可以选，看看裁判啊，这将白球直取掉之后这个两组球的分布情况。目前从画面上来看的就单色啊，红三是最难一颗啊，打四可以去叫二号球，然后打二呢留好角度，推二顶十二，然后呢在十二号附近的位置去打三，推起来三叫五，最后用五号球上去叫那两颗带口的单色。黑八位置呢不难，右边中带附近了，停这儿即可啊，不需要走。往前推的比较多，推的多的话可以打二号推一库弹起来，就是说你要尽量向好去避过了。
对，到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很理想，摇了摇头。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当时出杆之前，其实冯立心里边这个方案有比较多，然后没有最终决策用哪一种方式去打，比如白球是点在这里啊，还是往前推多多少颗球。然后最终出杆的时候呢，其实就有点爱丝丝的就那么出去了。你等于是没想好。一到这儿呢，人还有一点，他当时没有转过来，站到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去看是不是打二最好角度。等推过来之后，才看到，哎呀，不太合适，自己摇摇头嘛，对吧？现在这一盘就打难了。这杆球啊，实在不行就先上去好了。如果角度合适能叫七，就先把上方的两个球先叫到，然后再下来过渡，最后呢再调整。强行能叫位啊，那是最好了。既然说有能力有信心打，那其实就应该这么打。要不然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比如说看咱们举个例子啊，看冯立或者看陈文，哎，平时这个在俱乐部打得蛮好的，怎么上 TV 台不会打了呢？就是压力导致的，自己出现了一些水平和技术上能力上的一个缩水，就不会打出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咱们说稍微再准确点，甚至于可能打不到70%都打不到，就在 TV 台上面。圈里边不也说吗，你最好的状态除以一半是你正常的水平，那你再除以一半就是你比赛当中的水平，都是在缩水的。刚才其实我也在说啊，然后你是用这个心无旁骛这个词形容一下吗？就是这种状态，心无旁骛的状态是特别难达到的。肯定是因为外界的干扰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好去避免的，你避免不了就看你能够多长时间从这个干扰里边走出来，不受干扰。左边勾球线路感觉15号上方勾的话会不会有点大啊，这个球看看能不能轻轻的勾一下，然后最好是别进。还是大，确实啊，犯规。在这个角度上预判上感觉就是已经是有点大了。这个球现在给了一个手中球，而且一号球这个位置不会给陈文在击球的时候太多的压力跟负担。陈文这杆球关键就是15号，看看他是不是现在先摆一个中袋，然后留一个打某颗球合适的角度去 K， 或者现在高杆 K 啊，看看陈文是不是现在高杆就要 K 一杆。没 K 到，那摆的位置上有些问题，就是。而且白球在库边很贴住库边了，也不太好发这个力量。最好效果就是 K 15号的上半边，他这杆球明显是摆直了啊。陈文这只球杆呢，其实我观察半天了，已经一直没有说。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正件方向运杆的位置啊，手架附近有一个深颜色的一个标记在上面。我觉得这可能它后天后来啊画上去的，就是一个运杆的位置。还真是啊，是不是有啊？嗯。但是判断不准，是画的吗？描上去的。一般不会是厂家这样去做，厂家肯定是给你都是上面完好无损的，因为厂家如果画了这种东西，有一些用户或者是球手他不喜欢的，像这种情况只是个别情况，明白吗？他画那位置有可能是他运杆距离长短跟一放手架的位置。这个扣咱们留着，等这个第四比赛结束之后咱们就问一下，我去问一下观众，请保持安静。我给你答案应该是准的，
因为球手有些个人习惯啊，我见过很多种啊，有一种就是说像他这种比较常见，他们把晕杆的位置呢用一个笔深色的描上之后呢，他每次握杆就握那么长，然后这杆一放下就在手架附近位置，或者晕杆长度也用这个来描一个。再有一种我觉得是更有最有意思的，他把正件的箭纹上面稍微前面靠近铜鼓附近的一个位置描了一个箭头向前的，辅助于瞄准、啊、对，一种心理暗示，其实就是啊。还有一个关于拉杆出杆啊，在上面描一个痕迹的人啊，举一个球星啊，傅家俊曾经干过这个事情。第五局在球杆上面，哇、啊、这球炸的啊，有球炸进，但是是白球不太好，但是我就说这个炸完之后目标球近带的效果，而且从力量上看是不太大的力量啊，只能说他这只冲杆的力量是非常足的，让自己能够事半功倍。对，就是说我不需要特别大力，本身球台确实是不需要特大力啊，小扎杆啊，黑把挡住一点点，好球，再顶到十，嗯，哎，从反方向打是不是十号球现在底带能打呀？如果说有一点点角度是可以出杆的，太直的话这个球肯定打不了了，有角度啊，有角度就可以薄啊，不用担心连击。还在走，可以啊，九号还继续。这杆球的话，看你白球的落位了啊，是不是要顶一下十五号？还说直接啊，哪颗球都不 K， 直接下来。还是要顶，还是要顶，果然顶到十五号。顶的效果还不错，十五号、十二号都可以打，中间有很大的这个缝隙。对。在低杆往回拉，再准一杆啊！这杆球白球一定要宁大勿小，一定要上去，避过四号球啊！哎，还是出杆太快啊！越是到这种咬牙该打进的时候啊，这个出杆都是很都比较快。陈文，这样来说吧，陈文他肯定是自己有自己想法，就是我今天打球呢，我尽量放在我自己一个最随意的一个节奏跟状态上啊，这种想法，这种节奏上，可能我不一定会打得特别好，但是某些球应该打起来是可以的。不想刻意的让自己那么啊，不想刻意的板自己，因为。有部分球员一上体育台或者一打比赛，平时其实节奏挺快的人，一上去就故意放慢，总怕自己出问题啊，哎、对吧？谨小慎微的去打。陈文是明显不是那样去想的。我印象里陈文啊，他没有这么快。曾经在江苏的一些城市啊，看到过他打球，打比赛或者怎么样，他没有这么快。我觉得这次还是因为上 TV 台的事儿，就是说我要这种样子去缓解自己压力，懂吗？是一种变相的释放。嗯，好太多了。
第五局陈远胜比分4-1，叫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自己的火力范围之内。比赛呢采用80分钟限时抢七，比赛当中呢双方轮流冲球，正常比赛以及点球，8号球紫球都不需要保带。感觉从前面的发挥来看，第六局冯丽的信心不是很足。犯规，这个白球又是洗带，给了陈文一个线后自由球。线后自由球。难选择，单色花色都有难点。嗯，你有没有注意观察他运杆的这个长短距离？能看到吗？1、2、3啊，这个停顿那一下肯定是那个黑线的位置要停在手架上面。就有些小细节，其实你要是打过台球有一定这个理解的人，肯定是对这些东西一看就会懂。啊，6号球再蹬起来，2号球呢肯定是右边是没有了。红三感觉上右边中带的话，白球过2号啊，横向的话往上，应该是可以打。要带吗？哎，顶到黑八。现在这个位置打5号，白球是不太好，不太好去往下走了啊。最差是能留一个3号球右边中带的一个白球位。关键还是右下方啊，15号球容易形成最后一个障碍球。你打红三右边中带，从上往下 K 2号是很容易把2号球 K 到那个附近的，而现在从这个画面上来看，感觉红三好像不太好打啊，就是下面中带的这个下球点位置，好像被2号球挡住了。对，挡住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下球的点位，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些，比如说右塞啊，稍微搓着点杆去打，然后拧一下。嗯，好球啊，有想法，虽然说没进啊，这杆开轮的想法打得非常好。看看线路怎么样，从黑八和14的中间啊，这个球这条线一定要这样过来，或者是从黑八的下边过来，就是左边很强右塞。嗯，还是不够强，犯规。这球如果靠旋转值来去改变这个线路的话，我估计很难。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杆球呢，
直接借，或者是我觉得还是用别球传一下借会合适一点。用下边的十号球或者是十三号球传十二，然后呢借力。嗯，这个位置可以打包边，那就不借吧。不借纯粹打包边向上白球顶十四号。啊，还是要借。你觉得三号球在带口有些晕晕啊。不过这种球就是两难的球，你一旦借了呢，你肯定十四呢你就会直接打了，你不会说有好的位置，肯定还是这个有点离库边比较近的有难度的球。有跳有勾，这杆如果打十一的话风险很大，推着往上走不进还是黑八座，进了再继续进攻。现在也有线路，打十号球直接也可以去解一下十一，可以解，可以 K 啊。还是太轻了啊，肯定是本意想交位，较直的话往上推这杆十一号还是进球的可能性非常大的，但是现在角度有点偏大。这杆带着防守打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很好选择，因为你刚好右上角是给对方留了一个可以借力的位置啊。你看这杆借力先吃库后借力，黑八还要再准一杆，这种球对他们来讲难度不大。第六局陈伟胜比分5-1。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第七局陈文开球，花色球入局，局面也非常好。十四号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角度，下方现在也可以稍微顶一下六啊，感觉角度稍微有一些直。不顶的话，往后退一点也可以，顶开更简单，把局面简化。
感觉反复在看他这个皮头啊，是不是这个皮头有一些问题？嗯，也有可能啊。但职业球员会有这样的习惯，打不进之后，或者说有些小潜意识会看一看，对。选择强薄六号就左下方底带，虽然没有薄进，但是呢破坏了陈文的球形，也算是搅局成功。有的时候比赛是这样，包括对抗的时候也是，自己的球形非常好，可能一杆失误，对手上手丁光五四一顿拆啊，拆前半一来全没了，老伤心了，洗牌了嘛。我们偶尔会开一些小玩笑啊，比如说某位球员一上场啊，我这个上一盘的思路啊重新要规划一下才可以。嗯，原来想的位置啊怎么走位已经全变了，全变了，一盘球十来颗啊，动了大概十颗。在进攻还是有难度，上方七号球很长，这个很远的一杆，但是刚才这杆打进啊，三颗球的组合还确实，冯立在这个开轮的线路上还确实有这个自己独到之处，嗯，很有办法，线路也很广，一看就是在杀敌前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再走，还是不够啊！看黄一左边中带的话，还是有的打。这杆四号球关键，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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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杆球用这个网络术语啊，六六六，六六六，双击六六六。双击怎么会六六六？双击六六，得三击六六六。双击六六六是个某些常用语，对，网络上的一些，开个玩笑啊。嗯，很有意思。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化，好多的时候这个外来语啊，新来的这个语言，第七局冯立省得分二，很有意思，丰富了咱这语言的这个趣味性。这一盘的胜负手还是刚才三颗球的组合，啊，白球左撞右撞，八局冯立开球，
现在这个球上手确实有一些难度。长台的十三号球，稍微打后了一点点。这杆球陈文如果进攻的话，打十号球有机会呢，吃苦回来呢，将下边的黑八四号球位置稍稍带一下，发力带一点点右塞。这杆球十号呢尽量打薄。嗯 ，K 的效果怎么样？十三，打太厚了，最关键是，而且他有可能没怎么带这个右塞旋转啊，对，跟他自己判断上实际出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比赛时间有个半，但是把这个最好打的花色球给选了，嗯，几个难题就交给了冯立。冯立其实在选择上也是比较明智啊，一上来一个开轮，打一撞七，嗯，也是把自己两颗死球先打出来，反正给你清吧，因为你左下角这位置肯定还是有一些难题要去解决的，十三跟九。我们看这次的亚乐美的这个新球哈，嗯，不能叫新球，新款式，对，球都是一样的球，新款式，颜色基本上特殊的一些是地方是没有变的，而且从抛光啊，整个球的质感来看，特别的光亮啊，尤其是大灯一照，特别亮眼。好球，敢接力啊，解决左下角难题了。还是有点多啊，最好效果就是能叫到这个九号球左下角底带这样一个白球位置。再弹起够呛，嗯，这个位置好像还有的打，多一个，还是说太薄？哇，这杆球已经相当准了。那现在可以交接班了。交接班了吗？打四号球，然后去帮进白球上去，争取用黑八做防守。哎，交接班，换班。嗯，十三号球应该是打的不能够足够的厚，所以说这杆球看勾。如果能勾一个帮进是最好的，没勾到，没勾到的话，这杆球可以打六，然后上去呢，先把上面球打光，再下来过渡啊。你自己的球都很开放，都在带口附近。嗯，最难的一颗，红三、黄一啊，四号，这都是可以自己选择。打完四之后呢，那肯定是最后黑八先把带口给你让出来。是的，三个带口球啊，三个会儿，怎么打怎么有。好球，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中低杆发力啊，这到位。看看不管是低杆还是高杆啊，这杆球只要白球回来大概还是这个位置就行，推杆最简单的方式。嗯，第八局冯立胜，比分3-5。因为刚才没有解到十三号球，而且八号球离十三号球这个位置啊，很像天然屏障一样，所以冯立上手之后，可攻攻守都在他自己手里。没错啊，
守的时候也很好防，对，八号就在这个位置挡住整颗，被动。第一阶段九局之前的最后一盘啊，咱们现在都是九局一个休息，一个暂停啊。而且现在因为咱们刚好是在体育馆内嘛，体育馆内咱们的洗手间包括吸烟处是放在一楼的，所以把这个暂停时间现在有五分钟变成十分钟了啊。所以说大家很有一个很宽裕的中间休息的时间，调整休息的时间，对，也是主办方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没错，变动。第九局，陈文开球。过线那颗有金带，已经算两个球次。嗯。定颜色啊，看一选啊，五号球、十号球啊，两颗。因为互相啊，花色跟单色都有制约对方金带的一个位置。二号呢被十一挡住右边中带，十二呢被五号挡住左边，下边呢三被九挡住。左下方呢，这个十三被四挡住，这就好像这个双方各有两颗挡你两颗，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哈，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犬牙交错，对。这一盘的话应该是有看点的，嗯，看底带打的怎么样，好球。哦，这准度相当好啊！啊，十三，白球啊，一定要尽量看看是停在三八缝隙中间，还是推上去比较多。哎，也是好好想想，这四颗球怎么来去解决。十一号这个位置还是说交位上需要稍稍仔细一点。嗯，这杆球如果说你不太好控制白球，你可以用高杆右塞，也是反塞啊，走两库，吃右边边库上去，吃顶库再往右边下回来啊，这样的一个打法。啊，并没有这样强求。不强求，现在这个上方带口球就是一个横向角度了，比较薄。小心右边七号下方的中带附近，这个对，就是他现在手架的位置啊，白球第二库的位置。嗯，确实，你多少心里会有一些不太舒服。而且他为了扩大分离角度，可能还会你肯定会加低杆右塞，这是百分之百的了，走两库下来。感觉打这种尤其是关键球的时候，陈文总是会出杆很快，不像有的球员会稍微控制点节奏，擦一擦白球啊，或者好好想一想啊，个人习惯啊。嗯，我觉得应该还是跟他本身是江苏本地球员有关系啊，他是南京的嘛啊，在大家或者这些很熟悉的本地这个观众面前啊，更想打得更潇洒一点，很正常，秀起来，估计他也不是敢秀，就是想打得正常一点，你们在画面里也看不到我紧张不紧张，反正我就是正常打。冯立这盘球如果赢下来，那就是一个四比五，这分数还是说可以的，能接受啊，角度也合适。五叫三，是不是有点直了这杆球啊？反正角度不大。嗯。确实有点直啊，高杆
观众请保持安静。这杆球争取能够退两步出来，然后力量控制好，只要到左边中带的附近啊，或者稍稍过中带一点点就行，因为再往下走太多，从这个中带往黑八这个斜线上啊，是容易坐住斯诺克的。说的就是这个，肯定会这样啊，这很控不好。你控不好，你往这儿叫，你就要努力控好。这控不好不是理由啊，对不对？控不好那不行，对不起，不能控不好。打比赛反正是尽量你就想方设法。像这种球，如果有把握，一个是在高杆高低上做调整，比如说尽量我第二库少吃点，另外一个就是我正常高杆还是刚才那么打，左塞加一点点，变成一个吃顶库吃左边边库，然后迅速向右边去弹，等于吃一个小角，迅速向右边弹之后，就不会容易被黑八这个位置就来挡住，是这么个情况。刚才这个两颗星的线路啊，确实很容易对做到这个。在比赛里，首先打进远台，然后高杆两颗下来就已经很难，如果再让你带上赛，你可能心里边就会很别扭啊，是，没把握嘛。三号球推到这个位置，啊，陈文打起来心理上压力会比较小，而且关键两人对比，陈文明显是今天准度要比冯丽好。嗯，小头杆呢，准呐。第九局，陈伟胜，比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休息一下，官方暂停，咱们十分钟后再见。玩爱跑，得奔驰，全国联网，全民参与，百万奖金，及时返奖，球房零成本，零风险，零压力。加盟赛点，咨询电话400-606-0147，转五号键。爱跑城市英雄排球超级联赛，还在等什么？快来参与比赛，赢取大奖吧！啊，咱们休息过后再回来看比赛。目前。第一阶段啊，九盘球过后，陈文是6-3领先啊，已经是到了赛点。嗯，这杆球推得非常稳。11号呢，还是稍稍有点偏直，看看能不能强行的发力啊，白球争取走上去，可以顺利叫到上方的花球。最差呢，也是可以叫到一个9号啊，或者是上方的一个15号去传。带口的11号啊，14啊，15传14，来看这样11，直接拉回来啊，可以，没问题。看14跟上方的另外一个带口球12之间的位置关系怎么样？最好是能够打完之后啊，白球自然向左边走啊，好球。可以扫库边或者直接高杆打，这种球白球力量呢要控制好，最好不要产生很强的吸库效果，停到带口附近，力量有一点点大，
九号，左边中袋感觉还是有的打。如果说能顺利推过来或者低杆拉回来啊，在这个一跟十三中间打十五，左上方的底袋，对，就现在拿杆头点的这个位置，然后打九叫十五，十五叫十三，小低杆不要太大力，打进，但是黄一有没有挡？有挡没办法了，只能打十三了。看个人习惯啊，推杆比较擅长的可以往上推。我不喜欢推杆呢，小低杆轻点，十五号继续还是左上角。推杆推上去呢，就是十五号左边中袋。还是要推，没问题。角度呢，看看能不能直接叫黑八左下角，就是从黄一的右边走，实在不行，哎，应该可以啊，看这个杆法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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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杆球角度原来是这么直的一个角度啊！看跳杆能不能来一个惊艳一跳啊！黑八跳进，哎，别啊！对，现在咱们有运气球啊！刚才很自然反应，还在说这个球如果蒙到别的带会怎么样？而且咱们运气球，四比六，青台，朋友们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进行的中国梦梦之蓝乔氏杯2017年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连云港站的比赛现场直播。本届比赛由企鹅直播平台独家直播，也感谢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野豹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台球积分系统以及爱跑光影桌球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当然也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球迷对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的支持。我是阿苏。我是勇哥。刚才我也是到赛场转了一圈，感觉现场的温度湿度明显比上午要这个稍稍高一点啊，有一些闷热了。而且刚才您说了，这个局间暂停，官方暂停是十分钟，感觉时间很充裕。不然的话，咱们现在从楼上下去，你走到那里上洗手间，可能有个别球员还喜欢稍稍的抽一袋，对吧？时间不一定够用了。这杆球还是说没打进啊？想法是非常好的，下第一杆横台呢，把球就 K 出来。来看陈文怎么样来处理下方的两颗，不是特别好去校位的球。首先十二号我们要明确一下是不是右下角底带黄一啊，有没有打一打一 K。 也是过来看十能不能去传十五。对，
感觉现在这个位置啊不太能支持。当然了，我们这个角度，这个看的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片面。嗯，好球。稍稍带了一下十五号，看白球位置。六八幺幺标。中带啊，嗯，漂亮，准度真的是没得说啊。那这一杆好就好在，帮进对手球之后，现在右方的右下方底带的这个线路啊，被闪出来了。很坚决啊，关键球，基本功非常好。对，陈文这个人，我印象里应该是跟那个江苏以前有一个打斯诺克打不错的一个球员啊，学过一段时间球，然后呢，现在也是从斯诺克也是逐渐转到这个中巴上了。因为现在啊，就是说大家印象里的说啊，南方是不是这咱北方朋友嘛，球员嘛，南方还是斯诺克多这种观念啊，已经逐渐被一些台球市场的趋势所改变了。南方很多地方都是小台特别多啊，不是说斯诺克特别多的时候了。而且陈文的身材也不错啊，个头也。本场比赛结束，陈文胜。啊，我是177，刚才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感觉有181的感觉，82。那看来这个冯立也是感觉到大势已去，直接是认输了。那恭喜陈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冯立还有机会啊，再接再厉。好朋友们，下一场比赛应该是4:30。对，咱们4:30再见。稍事休息，咱们4:30不见不散。